Hello， 大家好。那怪物坦珠就会在7月15号去跟这个舅舅的奇妙冒险石之海去进行这个合作。然后今天主要这部影片的话，就主要是略略的评价这个合作角色，然后就去推荐大家决定要不要去抽。然后其实他第一只角色就是他这一部石之海的主角，就是空调徐林。他的是木属性贯通，然后炮击型，然后他的运气技能是观念伤害，然后被动有反传送、反魔法阵，然后敲反减速臂、友情机征服。然后他的 SS 是这个自身的速度与力量提升。然后停止后就是会对你追求碰触的敌人进行这个攻击，然后还会一段时间以内无效化。然后在这个友情机方面，就是炮击型的这个超强又有弹，然后超强电浆。然后他这一次这个角色看上去就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辅助型的角色，基本上就是看他被动组没什么那个攻击力的提升，就只有一个超反减速臂让你去提升这个速度。然后主打的都是这个炮击型为主的友情机，然后炮击型再加这个友情机增幅，就看上去就是会打不错的伤害。那基本上他那个就是友情机而言的话，就是比较去考验那个位置跟那个玩家的使用。然后他那个就是目前看上去的话，搭配着爆炸的话，在这个未开的大地27只是用那个电浆，就是在试用片上面看得出的话，就用电浆的话就基本上那个可以去把那只黄打掉。然后他那个唯一的小优点就是他的被动都是不用巨人的，就那个就不用怕自己那个手残巨人失败。那这一次比较唯一有看点的就是他的 SS， 他的 SS 就是会跟那个雷姆区有点像，就是会吃到这个弱点的倍率，会吃到这个属性倍率，然后弱点的倍率，然后体装的倍率都可以那个享受得到。所以他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一拳角色，就要看那个后面那个玩家的试用影片。然后到这个第二只角色就是无敌的男人空调陈太郎舅舅，对。然后他这个是光属性，他这一次是放在光属性反射巨人平衡型。然后他的运气技能是这个观念伤害，然后他的被动组有这个超反重、反减速臂、全属性杀手，然后这个巨人倍率为10，然后再加一个反板块。那被动组看上去的话，其实就蛮中规中矩的，就是没有特别强，但是又没有特别弱。然后他那个全属性杀手也是一个在怪物坦珠里面比较罕见的被动。然后他的 SS 自身速度与力量提升，然后那个停止后发动这个 Dwarudo， 然后这个朝这个 Boss 追击，然后而且他会让全画面延迟。那他的 SS 就是无论如何就是跟游真一样，就是会跟追击那只黄来打，对。所以就你无论撞的再烂，就没有这个走火除非你走火，对，不然也没有那个什么打空或者就是打到小怪的问题。然后他一阶他那个 SS 的倍率就有出来，他的一阶的倍率是 1.3 倍，然后他那个瓦鲁朵的追击是11倍，然后他一阶的时候会延迟两个回合，然后他二阶的时候就是自强化 1.8 倍，然后他的瓦鲁朵的追击是18倍，然后他的延迟是3个回合。所以以这个 CD 24个回合去存一个二阶而言的话，其实是不弱的他那个作用。然后他那个在这个体状倍率或者就是整个体状倍率上面都可以享受得到全属性杀手的效果，对，全属性杀手的效果。而且他这个不是固定伤害或者隔阂伤害，他是一个可以吃得到体状倍率的追击，对。所以换言之就是弱点倍率提升，然后属性倍率窍诀提升，或者就是一些机制上可以让你拿得到攻击力或者额外倍率提升的，都可以让这个攻击力大大提升，对。所以目前就是可能是这一部的隐藏大奖，对，就是妥妥的一拳角色。目前看上去就是跟刀剑神域合作里面的同人差不多。然后到这一部系列最后的那一只就是天气预报，然后他天气预报就是那个暗属性的反射巨人平衡型，然后友情机观念伤害，然后超反伤害比超反传送、反板块冲刺、
跟 SS 回合冲人。那他整个被动组而言的话，酸的伤是比较罕有对。然后基本上他的被动组的话，他整套被动组就只有那个银魂合作的里面的鬼兵队友，对，而且鬼兵队是贯通，他这个天气预报是反射，所以如果单论这个被动组的稀有度而言的话，天气预报可以说得上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一个被动，对，然后他的也是蛮有这个体装倍率上面的那个提升的效果，他超凡伤害币跟这个超反船都可以拿得到这个攻击力的提升。那我觉得他这一支角色比较有这个卖点的部分就是他的 SS， 他的 SS 自身速度与力量提升，然后这个碰触到的友方去附加这个云翼，然后全敌上毒。那我觉得他这一招 SS 比较强的地方就是他的毒，你就算那个没有去碰磨到敌人，他都可以全部上毒，而且他这个毒是去抽这个帕数的。因为如果是前面这个合作的例子，就例如是蝴蝶人之类的话，他的毒你还要去抹得到敌人，你才可以去上这个毒，就是会比较多限制啦，对啊。蝴蝶人就算有时候使用起来也不是每个敌人都可以碰触得到，对啊，而且他那个如果碰到那个什么贯通先知什么的，就基本上也是绑手绑脚，那他这个就不会有这个伤不了毒的风险，对。然后他目前从这个今天试用片看上来的数据的话，他的毒保底是100万，然后他是抽这个15%的血，就是会毒你15%的血。然后他那个多少回合不知道，对，多少回合不知道，因为他那个试用片，还是要等那个玩家自己去测试。那最后他的友情技就是全敌敲墙落雷，然后敲绝弹幕散弹枪，算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友情技吧，所以就。可能会有关键作用，但是目前看上去真的是一点都不强，对，好吧。然后就是到这一次的礼包角色，他这一次的礼包角色就是徐伦跟陈太郎，就是把两部咒九的主角并在一起，对。所以如果是粉丝的话，我觉得是一定要买，对。但是我们还是要很客观的去。看他的性能，对，他的被动是有这个超反船扫雷者 L， 然后反板块连击杀手 M， 然后他的是火属性的反射，然后平衡型妖巨人，对，巨人才有反板块跟连击杀手 M， 然后他这个 SS 是这个自身的速度力量提升，然后停止后去那个追戳碰触的敌人去进行这个追击，然后他的友情技是超绝贯通狂三弹 ELV 跟那个反射冲击波18，那反射冲击波18的话也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友情技啦。然后他这个体装性能的部分的话，他有连击杀手 M， 所以就是那个会吃到比较大的倍率，他算说得上是一个比较吃到这个体状的一个东西，他扫雷者 L 连击杀手 M 再加这个超反船，他在这个被动组上面可以拿得到不少的倍率。然后基本上他的 SH 如果是欧拉欧拉的话，他这个如果欧拉欧拉是吃到体状的话，那他就有机会触发到连击杀手 M 的效果，对，就跟那个经济的巨人兵长跟米卡莎，就是他的追击那个切来切去的时候，其实就会开始触发到那个连击杀手的效果，所以整体上面看上去是不弱的。那这一次的礼包看基本上就是大家有钱就可以买，然后如果没有钱的话可以跟朋友借啦，对，没有钱的话可以跟朋友借啦。然后到最后的就是这一次转蛋的这个抽蛋小建议，对，因为目前官方无论是台版或者日版去丢出来给的试用片那个资料还是很不明确，对，所以基本上目前最稳定的抽蛋建议就是你可以先等一些日本的拾荒组或者就是其他的台湾拾荒组吧，对，先慢慢拍出这个试用影片，对，真的把这个性能看得一清二楚的时候才去丢宝珠进去，再决定丢不丢宝珠进去，如果它很强那你就马上抽啊，还还还
还那个省着宝珠不抽干嘛，对。因为这一次周九的合作比较特别啦，因为他周九的合作就是今天如果是有在看的话，真的会很喜欢这部作品。如果没有在看的话，就可能觉得哎，他的画风很奇怪，我根本看都没看过，为什么我要抽他？对，就很多这样的言论跑出来的。所以如果是后者，就是一个不看周九的人的话，就是我觉得就真的要很单纯的去观察，去弃杀他的性能，对，觉得他强才真的丢宝珠进去。如果不强，没有抽到，之后有用的话，那就之后再跟别人接吧，对吧？就只能这样，因为你那个，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合作，然后你又没有宝珠，总不可能什么叫你什么掏钱下去抽之类的吧？不可能啊，对啊，所以就这样。然后这个就是我自己最后的个人小建议，好吧？那如果啦没有看过周九，对，然后因为他这一次怪物惨剧合作，想要入坑周九的话，对我自己个人啊，首先我第一个，我千万不要看这个十字海，对，因为那个十字海现在还没播完，对，还没播完，所以你就只会看得到一半，而且十字海的剧情很无聊。对，我觉得多多少少我自己看周九的话，我多多少少也觉得第六部有一点无聊。对，我那个我觉得你搞不好看过没三集就硬推坑。我自己个人私心推荐是他的第二季第三部，就是那个星辰远征军，他那一部真的我自己个人而言就是蛮推的。如果大家有这个 ACG 界的话，就很多迷因都是从那个周九里面跑出来的。好吧，那基本上这一次的评价就那个简简的评价吧，对，就到这边差不多，因为我的国语还是很烂的，所以大家还是那个，我还是会做文案的，我就知道我国语很烂，所以我才去写文案的，对，好吧，那个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支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个赞跟按个订阅哦，谢谢各位的收看，拜拜。